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红蓉。今天呢是农历初五，我要跟姐妹们一起去用餐啊。说到泰国，是不是一定想到红蓉呢？是的，我们要去吃泰式料理呢。然后今天选的泰式料理店呢，它是非常有特色，而且很适合网美们一起去拍照的地方。那里非常的梦幻，那我们走吧 ，Go。我们防疫的时候要使用酒精。我们的姐妹到了，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，超久的。我姐妹茶茶来了，来，我们的男生都还没有介绍过，是台北来的一代纹绣师阿志老师。想要参观我的作品，请参观以下的 IG 网址哦。我是泰迪，我通常基本上在家无所事事，就是负责打扫卫生的那一个。想考司法特考考警察的可以来找我，我可以帮上忙的。可是以下要认真，就是你想要考警察或是想考司法特考的，请看这个。这个王子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这一座好浮夸哦，耶！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还好我有化妆，可以可以。我刚刚一路你知道从那个嘉义下来的时候，赶快在车上化，哎，啊，真的吗？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我的眼线就一直这样。我可以，那眼线的话就比较不好画，所以用眼影当眼线，真的很厉害。哦，我以前在台北那个坐捷运的时候，到站不是会停嘛，然后就顿一下，然后我的眼线笔直接真的画到隔壁的。整个我刚刚戴那个隐形眼镜啊，也是在车上戴，然后一直这样戴不进去。我可以帮你，不能好好吃饭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要18禁的，可以关起来。对啊。那我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动啊？好啊，我要去动啊。你是真的假的？你有问过价钱吗？就大概，如果你没有验男生女生的话，大概30内。如果你去小诊所也可以验男生女生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做基因检测。如果你要做到基因检测，好像要去大医院。那如果你譬如说中了，他就是两个都女的，那你不要也不行。所以你做基因检测，他就会顺便帮你验男生女生了，然后帮你验有没有遗传疾病。就是你做基因检测，他就是生出来一定是健康。你要拿一个胚胎植进去，然后一次可以植2到3个，然后如果有3个同时在的话，那你可以3减法在你的体内排掉一个，这样就可以决定你是要双胞胎还是龙凤胎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双胞胎的男生或双胞胎的女生。对，然后而且像我们超过34岁嘛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18岁，我18，有偶包，他没有偶包，我17。你知道我上直播的时候，有老外问我说你几岁，我说我30了，然后他就说 Oh my god， 你现在这样他考不好，感觉你20岁，有可能。对，我觉得他觉得你可能16岁，16岁真的太夸张，因为你的肤况很好。没有，16岁真的太夸张，18啦，真的16岁啦，真的啦。你是想去夜店玩，所以硬要说你18。我个人超过34岁是高龄产妇。以那个法规来讲，就是你一定要做羊膜穿刺、验唐氏症。我太年轻了，不能生小孩。如果花钱做的话，那我已经做了那个基因检测嘛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是可以不用做那个羊膜穿刺，就可以少很多那种检查流程。要不然你要抽很多次血验一些有的没有的。所以就一次这样子，然后处理到哈。对，包重吗？包重啊，除非它植入之后你的子宫壁可能太薄了，流产要多存一点，一定包重。包重啊，它是在外面受精的，它变成一个胚胎，要直接植入进去，然后才就取出来的卵子有20颗，可是可能只有10颗可以用。然后你10颗成功受精，你要植入，它可以先帮你冰起来了。所以冻卵跟那个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冻卵，你就是单纯只有像林志还是单纯冻。那我在16年。就可能科技更进步，把它放在那个袋子这种。我在16年才34岁啊！现在有一种东西是放在一个袋子，然后那个小孩子就会长大，就根本不用自己生。所以他活在袋子里。塑胶袋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从塑胶袋里面出来的。现在已经有那种养，到底是酒还是饮料啊？饮料。你怎么醉了？但10个月吧。醉了，应该是在台湾，应该是没有办法。我觉得道德上面人家还是没有办法那个。代孕都不行了。因为科学家有去用一个羊去做测试，他就用一个塑胶袋胚胎进去，然后就生出来了。
是什么啊？是月亮虾饼。嗯，对。它是怎么是圆形的、啊？你们三个女生都吃那么优秀，只有我这样吃哎。可以啊，我陪你啊。酱在哪里？是这个酱。有谁要饭的再跟我讲，再帮他用啊。嗯，好喝哎。刚刚月亮虾饼的酱没有沾到这边哦。好。现在不翻了，难怪我以前都是全班第一名哎，平胸的时候，对，发育的时候，自从长胸部之后就开始落后了，倒数第二名都没有及格过。所以在场我最聪明啊，我们三个就我最聪明，看得出来啊。其实最聪明是我。说那个什么扣子会没有，因为这件衣服太小了。其实最聪明的是我，只要在想事情的时候，我用胸部思考，持续的维持。我们18，他17，哎，34。但因为我就18岁嘛，到底想怎样？我17岁，34。怎么会有人这么诚实呢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他是在后面，就只有刚开始。现在应该真的阳台不会让我羡慕了吧？一天忘记拍，我不是有跟你讲阳台很恐怖吗？满地都是那个 BB 的垃圾，制造垃圾。重点是怎么会有人可以忍受？他已经丢掉了吗？已经丢一台了，然后现在另外一台要丢掉。对，为什么丢掉？都摇烂了。摇烂？对，只要是木头类的都逃不过他。之前买那个是原木的，那个要20000块，便宜耶。现在我去某某都在订了一个，买这个是钢的材质？没有，它是塑钢。应该是塑钢的吧，你还不错啊，多少钱？998块 ，OK 啦，跟20000块。那它咬坏了再买一个就好了。它的玩具也都差不多1000块。那谁敢养啊？吓都吓了。没有，那除非真的要很爱鸟的人。我相信他很爱鸟，看就知道。你没有买鸡舍哦？嗯，鸟都会下蛋，你还可以煮来吃。那你觉得鹦鹉是什么？哺乳类吗？所以猫头鹰也会下蛋哦？会，会吧，会啊。你看，会吧？会啦，会啦，确定，确定会。要母的哦，要母的才会。母的猫头鹰下的蛋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你敢吃啊。鸵鸟蛋都有人在吃了。对啊，这么大一颗要吃，要智障。长颈鹿会下蛋吗？长颈鹿还需要思考，你们看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跟你是你。对，我思考原因是他这样问我，不代表可能会下蛋。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个，海豚会下蛋吗？海豚不会。哦，海豚不会。金鱼会吗？金鱼。不会啊，鲑鱼会吗？哪有鲑鱼？鲑鱼也是鱼啊，鱼类应该都不会下蛋吧？鲑鱼会下蛋就是鲑鱼啦。我天哪！鱼类就只有金鱼类跟海豚类不会下蛋，他们算是哺乳类，其他的鱼都会下蛋。对，章鱼会下蛋吗？章鱼应该是不会吧？章鱼是下蛋的。你知道吗？上一次我们怎么了？我们还年轻，你知道吗？上一次龙龙跟我讲，哎，很多人其实不知道鸡下蛋是不用交配的，是龙龙跟我讲了以后，本来就不用了。没有，是龙龙跟我讲了以后，我一步就是哇塞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，跟我朋友讲，没有人相信，就跟女生讲真的啦，没有人相信。你朋友是不是大奶啊？他就跟女生一样，就是他们就是跟我们一样，就是他们我们也是会排卵呐。他们也会排卵，就是定期排卵，但就是他们的卵啊，就很奇怪，我真的都不知道哎。而且不用就会生小鸡，对啊，很酷吗？要才会生小鸡哦，才会生小鸡，没奶生小鸡，抱胸肌，对，没有有没有感都会生蛋，只是你有感过生出来的蛋会孵化这样子。哎，那恐龙它也不是，它不是。你爱我吗？不要问，我很忙。火车它会带你们看后面的景，它绕一圈就会回来了。大家也可以选择搭乘这个，可以看看这边的风景。这里就是我们的香蕉码头。然后我们现在从这边走，找一下计程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看这边的灯会啊。这边灯会离这边没有很远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赶快过去了。现在被亏了。我想说哪个白目的？是我。现在在灯会里面，今年是虎年，所以前面这边就看到一只老虎。
然后我们去前面 cos 他。这外套是刚刚买的，因为真的很冷，今天又是在海港旁边，然后今天风真的很大，所以我刚刚就进去看到卖场有一件这样子的外套，开心，然后就买下来了。哎，现在出门都要戴口罩，现在是防疫期间。然后你们看，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人没有一个没有戴口罩的。如果你在这里走在路上，你没有戴口罩是很奇怪的。这里是大港舱，然后你刚刚看的那个桥，它其实是可以收起来的，就可以让船过去这样。好漂亮。真的很有泰国的感觉，但是我们是台湾，经常被跟泰国搞混的地方，这个风格还蛮像的。有没有看那个百货公司下面，就是有点类似像这个样子，就是会有一些小市集，然后一些文创。再过去呢，就是灯会了，那我就没有带大家进去了，今天先这样子哦，拜拜。希望就是疫情赶快结束，然后可以出国，爱的朋友跟家人呢都可以身体健健康康，然后赚大钱，中乐透好不好？然后最后的愿望就是我自己放在心里，早生贵子哦，千万不要早生贵子啊，永远吃不胖 ，OK。的话，我通常都会把它放在肚子里面，因为这样子你在空气在弥漫在空中当中了，弥漫在空中当中就它就不会掉到你的那个食物里面，你就不会有什么病源，所以你就要把它藏在里面，等到没有人的时候再拿起来吃。